公布爱明察，提名无公平，提名无公平。对着这开除党籍的人有利，对着这本党的吼的议员，优秀的议员不利，啊，到尾参选的吼，这优质的吼的新生代吼的一个不利啦吼，这个吼我是感觉足合理啦吼，怀疑啊，李双头的手是毋是又搁存入来阮民进党吼的市党部吼，而且感谢。咱党外一定是啊，民进党开除党籍的议员呢。哦，私底下在运作党内的职位，哦，来进行一个投票啦，吼、哦，希望讲选区要提名四席，所以我们三个人吼、哦、为此忧心忡忡啦。过去二十年来吼，从、哦、来没有发生过有现任的议员，吼、哦，加上我们自己党籍的参选人，哦，居然要因为担心被做掉，所以要提前到执委会来进行报告这种事情，这是前所未见。好、哦，可见我们本来对于黑金政治要介入这种选举，哈、哦，我们就非常的担心。